巴沙马拉的这个营业时间啊，它是在到12点，午夜12点啊，所以我们 MPJB 也没有说强制性说一定要到多少天了，他也还没有给我们证件。 对方是这个夜市啊，原本以往是有360个摊位，可是，在经过我们一线有一个记者会，然后一个发布会，那么经过那些 RDM 有来采访，将使到我们今天一起开的这个夜市这样第一天的这个成绩啦，啊，有30多个%，35%到40%左右的小贩来参与呢。 我认为啊，经过这个礼拜，下个礼拜过后呢，我相信会陆续的增加啦。那么加上我们在这个 MCO 啊，有差不多2个多3个月，3个月左右啊，在路边申请啊，路边的小贩哦，啊，那些都是大多数是卖吃的啦，所以卖吃小贩也有一部分是来自我们这个夜市的小贩啦，所以我相信啊，假如我们夜市今天开启动了哦。 重开了，那么我相信他们也很快倒回来跟我们配合了。